小朋友，我们接续上星期的哈 phonics 的复习。那我们请小朋友呢，take out your workbook， 请你拿出习作，翻到35、36页，我们继续来做期末的 phonics 自然发音的复习。习作35、36页。好，老师上周呢已经把我们这一册的 phonics 就是5个母音做了一个大复习。那如果你呢觉得不是很熟练，那请你再回到上礼拜老师的课程6月18日，然后再去看一次。那如果呢你觉得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就继续来做我们习作35、36页的复习。 Alright， 好， Part C listen and number。 等一下呢你就是按照听到的 number， 就是顺序编号呢写到这个空格里面去。 Alright， ready？C. Listen and number. Number 1. Matt. Dad. Mad. Matt. Dad. Mad. Number 2. Pet. Vet. Wet. Pet.Vet, wet. Number 3, dig. Pad, pig. Dig, pad, pig. Number 4, hot.Not. Hop. Hot. Not. Hop. 好，小朋友，刚刚你呢，是不是知道要怎么做的呢？ Alright， 就是你听到的顺序，然后给它编号，写 1, 2, 3 嘛。Right， 好 ，Let's check the answer。那我们来对答案咯。Number 1. Matt. Dad. Mad. Matt. Dad. Mad. Number 2. Pet. Vet. Wet. Pet. Vet.Wet. 好，来，我先暂停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你看啊 ，Number one， 它中间是不是都是 a？ 好，中间的那个母音都是 a， 所以你只是要仔细听什么？听的前面的音跟尾巴音，对不对？它前面可能是的或是么，好，然后尾巴音好有可能是的或是的。对吧？好，那再来 number two 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中间全部都是 a， 一，所以你只要听前面不一样而已。那你看后面都是 ch 都是 at， 对不对？哦，所以说小朋友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你就是先观察嘛，好，观察这些字，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那你是仔细听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写上 1, 2, 3 顺序号码。Alright， 好。Number 3 dig, pad, pig. Dig, pad, pig.
好，那像这一题你看哦，这一题呢就稍微有更多的变化哈。你看哦，第一个是一个，第二个也是一个，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要分别这两个的话，就是听前面的音，好的 ，dig， pig， 好，那这个是中间是 a， 哦，所以跟前面这两个是差别非常大，好，就很好分辨。Number four, hot, not, hop, hot, not, hop. 好，那这个呢？好，你看中间都是啊，哦哦哦，啊啊啊，对不对？好，所以那你也是注意前面的音。好像这个是 h， 那这个是 n， n。好，那尾巴音呢？好，这两个是 t， 好，那中间这个是 p， 好，所以就是仔细听前面的音跟尾巴音的不一样，就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All right， 小朋友，请问你全对了吗？如果错的话呢？好，请你呢，好再听，好再听 CD 的题目，然后呢再做订正。All right， now let's move to part D， 我们来看这边 ，listen and circle。好，你仔细听，符合左边好左方的母音音组的单字呢，图片圈起来。那这个其实啊，如果小朋友你呢课本的那些发音的单字够熟练的话，其实根本不用听哦，你就会圈了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呢哈还是来听听看 CD 哈，按照你听的来圈。好，举个例子，好像第一题。哦，这个他已经给你答案，对不对？他题目是二个，那这个是 mug， right？ 那这个嘞 pig， 所以不能圈。那这个嘞 bug， 好，也是二个，所以要圈。好，第一题是示范题。好，那其他呢？第二题之后就要靠小朋友你自己注意听喽。OK， ready？D. Listen and circle. Number 1. Mug. Pig. Bug. Mug. Pig. Bug. Number 2. Rat. Cat. Pot. Rat. Cat. Pot. Number 3. Jet.Hen, ten. Jet, hen, ten. Number 4. Kid, sad, lid. Kid, sad, lid. Number 5. Hat, mop, hop. Hat, mop.Hop. Number 6. Hut. Nut. Hug. Hut. Nut. Hug. All right,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 我们来对答案。好，那么我已经讲过了哈。Number 1. Mug. Pig. Bug. Mug.Pig, bug. 好，有二个的音圈起来。Number 2, rat, cat, pot. Rat, cat, pot. Okay, 好。Rat, at, cat, at. 好，那这个最后这个是 pot, 是 art. Number 3.Jet, hen, ten. Jet, hen, ten. 好，那这个是 jet， 尾巴音是 t， 所以不能圈。那这个呢 ，hen, n, ten 也是 n， 好 ，n 的音才可以圈。Number four, kid.
sad, lid. Kid, sad, lid. 好 ，it， 好，尾巴音是 it。Kid， 好，小孩 ，kid。Sad 是 at， 不可以圈。Lid， 好，盖子，好 ，lid， 可以圈。Number five， hat， mop， hop。Hat， mop， hop。好，它是 up。那第一个 hat 是 at 不可以圈，那这个是 mop up 可以圈 ，hop 单脚跳 hop 哦也是 up 可以圈。Number six, hut, nut, hug. Hut, nut, hug. Hut， 那这个是 hut。Circle， 那这个 nut 尾巴也是 ut， circle， 那这个呢？两只 monkey 抱在一起，抱在一起就是抱着就是 hug， 好，尾巴音是 g， hug 是 ug， 好，所以不可以圈。好，小朋友，请问你答对了吗？如果答错的话呢，请你再把 CD 题目听一次，然后订正。